像惠及前线陆军健儿智慧杰出的陆光美展，前天在西门陆江书院开始展出，共有各部队官兵的优良作品265件参加展出，其中包括有油画、国画、水彩画、书法和雕刻等。这项象征着前线官兵推行国军新文艺运动具体成果和表达对领袖赤诚部署的美术展览会，